下来吧。下来给奶奶辣椒，下来。不干活来干啥？我不想得，我怕热。看看太热了。太热那没空调屋凉快。我给他干，那没有在屋里看看电视带劲。你看俺吃鸡有意思不是？俩脑子生的热着。热的慌的呀，咋能不热？太热了，好也受不了。这搁这锻炼锻炼，在家一天看个电视，在空调屋里待着，这让你感受感受。给他妈要晒菜给你屋里，妈都要晒是不是？一把，慢点，可别把那辣椒裤子给它摘掉了。摘掉了，它又不敢牵了。哦，摘掉它就该说了。你摘掉那辣椒咋活呀？是不是？秧子给它摘掉完了咋弄？啊，走这边儿，慢慢的。看，走着的，带个这么长的，摘了这辣椒之后不能抹脸，也不能抹盐，抹了之后它就是啥？你不抹盐不抹脸，它都不拉。摘了之后拿着我袋子一锁。他说看你给你姐能摘多少钱呢，他说摘的钱呢让俺称一下是能俩嘞，你俩想怎么花怎么花，好不好？他们摘一块钱算得厉害。哦，给你。然后恁俩就变成有钱人了。我看几个，一个俩仨四个五个六个哈。这里连一块两块钱没有嘞，一块钱两块，一块也不值嘞。你要比如俺摘的，你一块钱不值，是吧？赶快摘。摘两块也行。下午咱来的晚，下午就真的来快点，要早点。再来早点哈。阿奶，你来时候叫一声哈。啊，从上边越热越来呀，在这从生的从大呀。下午时候凉快了。看吗？这白毛掉了没？这上面还有红梅嘞哈。不用跑这么快，你看那后面还有嘞，咱再干。这没看白净，他明儿造型。这个葫芦受不了，昨天俺妈给他带几个那个。谁给你弄的造型哎？活干不多少，光搁这出洋相。看那谁带狗干？看那谁花带狗干？我这看我看。不带了。再换个发型吗？你说感觉是在家里带劲，还是在地里带劲？在家嘛，开着空调，玩着手机带劲。小妹不傻，我咋感觉在地里带劲？看着你晒，我可心里可高兴了。小妹冲大晒的，不是亲生妈妈，不是亲妈妈，也不是亲你的。在这边，我在这边哈。再干净哈，那八个叶子别给它放进去。里面有好多叶子。叶子得把揪出来，摘的。这好玩啊！好的摘。叶子我的好玩，太好玩了。掉地下了。就是你这摘的这不干净，到时候万一钱给你扣掉咋样？是不是？妈妈给你让开，好嘞摘，还等着你挣钱能吃碗拉面呢，可能再够一碗拉面钱呢。吃丸子不错了，一个丸子都两块钱，买牛奶喝呀，在这儿。